你好，车子熄火一下。来，身份证照跟你对一下，车主本人吗？对。你刚掐住，掐住洗。好，你二。你现在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你有三项权利：一得保持沉默无需，违背自己意思而为陈述；二得选任辩护人；三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。都清楚吗？三项权利。感谢你。麦克照啊。要你等一下啊、哦，等我一下。先拉他上去，你先拉他上去，先拉他上去。脚小心，脚关着哦。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谢谢。